小的时候，师父曾告诉我，梦有时是远方亲人对孩子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在村落附近切不可说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叫我天禄大人。好的。哼，等等，快跟我来。这是你的小狗，快让它走开，不要妨碍我救人。抱歉，这家伙给你添麻烦了。急急如律令。得了什么重病吗？竟然退烧了，你做了什么？这竟然也是医术，你用的是针法还是点穴法？村长爷爷，村民们的情况现在暂时稳定了。刚刚就是您救了我家柱子吧，太谢谢你了。您倒是面生。
急急如律令。破破打扰了，是村长介绍我过来的，请问你还记得见到黑衣人的情景吗？急急如律令。破破黑衣人若是有妖作乱，应当会留下些许妖气才是，可这里和刚才的黑猫一样，一点妖气的痕迹都没有。这里应该就是村长所说的婆婆的屋子，请看看有些什么遗物。村长，我在婆婆家中发现了这幅画卷，你可知是何来历？
姐姐，柱子大哥在昏迷之前曾去过哪里吗？师父，快醒醒！这古钟不对劲，我能感受到熟悉而强大的气息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大概是……哦，小心，前面有人！婆婆，别掉下！糟糕，被发现了！迎战吧！可他看起来……正是，你们。
妖气退散。